在一个充满科技奇迹的未来世界，一位名叫 Amela 的先进仿人机器人成为了焦点。这个机器人在很多方面都像一个真实的人类，它拥有麦克风、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，甚至可以用多种语言说话。但是 Amela 的创造者 Engineered Arts 并没有满足于此，他们决定让这个机器人拥有一项新的技能——绘画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研究人员为 Amela 安装了一种名为稳定扩散的深度学习模型。这个模型能够根据文本提示生成图像，让 Amela 拥有了想象绘画的能力。有一天， Amela 决定用他新学到的技能来绘制一幅画。他挥动着机械手臂，在画布上轻松地勾勒出了一只可爱的猫。而在作品完成后， Amela 甚至在画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展示出了他作为一个先进机器人的骄傲。除了绘画技能， Amela 还具备了与人类互动的能力。他利用了 GPT-3 和人类远程呈现技术，使得他的手臂、手指和颈部都能够灵活地运动。此外， Amela 还能表达人类情感，与人们展开深入的对话。虽然 Amela 的绘画技艺尚未达到毕加索的水平，但它的存在显示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逐渐变得更像人类。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里， Amela 和其他仿人机器人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只有时间才能揭示这个谜团。